刚下课回来。咦，这个是什么？有人送东西给我呀。把东西放下来。这是什么呢？过年了，有人送东西给我。这里面还有什么东西？出来看一下。这里面是这什么黄梨酥，还有饼干，还有一些年货，鸡蛋卷。每天的生活都是这样忙忙碌碌的，有些时候忙到连早餐都没吃，就随便喝了几口水，还吃了一个饼干。但是我经常吃的饼干，因为太赶了，没有时间，所以就随便吃了几口。还有这个是饮料，还有一大堆的作业要批改。这些是刚刚改完的书本，哦，外面还有一叠书还没有改，还有好多的那什么，还有作文。今天又做了一些作文。每天的生活都是这样子忙忙碌碌。让我来拍一下学校的那个环境。站起来这样看，这是我们的学校的 staff room， 有到哦 staff room， 360度这样转。带你去看一下 staff lounge。走。这就是我们的 staff lounge。叫 Lee Park Corner， 还有一些吃饭的地方，会议的地方，可以一边开会一边吃东西。过年了，这边还有一些年货。这里还有一个按摩椅，但是我们老师们都不会用嘞。这边还有一个角落，让我们可以坐在那边读书，看看杂志。但是现在有谁有？但是通常老师是没有闲工夫坐在那边看杂志的了。我们改书都来不及了，忙得要命哎。从这个角度看，这个地方是挺大的，有一个 cafeteria 的感觉哈。我们会在这边冲水，热水和冷水。这边有一个阿芬，一个是哈拉的，一个是non哈拉的。